4月4日，王德才发文回应最强大脑风波，希望停止网络暴力。他写道，十分感谢这段时间每一个支持我、鼓励我的人，我没事，我让你们担心了。并表示，山伯是考虑到朋友，并不是威逼利诱，同时希望大家停止网络暴力，并表示自己不会为任何一条微博内容道歉，但是对于给别人带来的网络暴力感到抱歉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